复兴乡卖厝社区特别伫中秋节前办理中秋佳节关怀弱势活动，号召五十万名志工做伙将百分的物资甲红包送到弱势民众手中，希望因伫咧这温馨的日子内面，也当感受到大家对因的关怀。也是要注意哦，社交距离的一定要戴口罩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那个戴口罩以外要注意说你有什么问题，譬如说你找不到人的。你可以打电话进来，我来跟你说谁在哪里。志工分工合作，将过来百分的物资搬上车，一一交到弱势民众的手中。卖厝社区在中秋关怀弱势活动已经延续办理第三年了，希望这弱势民众会当得到帮助和关怀。活动哈，以咱这个前理事长清凤理事长开始，好，今年延续是第三年，我们一年。不是中秋而已，还有农历新年跟国历新年有关的弱势，哦，啊，可以明年还是一样继续再推动。这个捐赠的物件拢是传来善心企业甲人士做伙捐赠的，有红包有物资，大家拢真热心，甲社区做伙来帮助弱势家庭。那种捐赠95位低收、中收、甲中低收的红包，哦，这是四合电子提供的，一年说第三年提供了，过来第三项。就是讲，咱的物资有100分，这100分是每一个领奖，以每7号一个名额来提拨的这个100分的这物资。过来就是手握杖，是龙健科技董娘手握杖，是31年次到36年次，总共有95支。然后如果有长者需要的话，65岁以上，我们都可以再无限量供应。感谢哈，这一次参与的那个很多团体哈，然后都一一列举名字在。公布栏上面，然后感谢今天50几位志工来帮忙。关怀弱势活动，关怀员都是咪嘛特别来参与，甲志工做伙甲爱送到民众手中。感谢咱卖厝村咱的社区发展协会，咱的蔡理事长，啊，搁咱总干事嘛，咱村长，甲咱遮所有咱卖厝村的，咱遮志工吼，阳光是咱的复兴乡，是咱卖厝村上幸福，因为干那因这村有对这个中秋节吼啊。对65岁以上，咱这时代总共甲中低收入总共有400多份的这个物资哈，由这个志工，每一个志工拢亲身送到因家，让他感觉到中秋有爱，我们的麦厝村的爱更大。理事长表示，关怀弱势活动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办理，希望未来当年拢会当继续，或者是民众拢会当得到帮助甲关怀。新中华新闻，蔡正清、福清、彩虹报道。